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哎哎哎，水哦，阿伟。今天呢，要开箱的是这个 KDA 跟罗技联名的周边。KDA 这个盒子打开是什么？你知道？不是 RB 的内裤，打开来很神。我要开了，我要开一个非常不错的角度给你们看，月光宝盒哦。好看吗？好看吧，它是站起来的，而且它这个质感是做的蛮好的，整个会反光，就它就是做一个 KDA 的舞台的效果，然后里面就是我们的那个周边了，502的花束，这个是有限的，然后这个礼盒呢，里面还有另外一只无限的花束，我自己是用这只 G304， 很好用，我玩用笔电的时候都用这个，然后再来是我们的耳机，你有没有看到里面的那个网状？这边这个超好看的，这个就是他的衣服，这里面塞了一个什么？塞了一个键盘欸， KDA 的键盘，有没有很神？想要吗？想要吗？我要把它打开来，打开来是一个极致黑的包装。欸，很好看欸，来了耳机的部分，欸，这个颜色很好看欸，你看它里面，不错欸，发亮了，你看它关掉，打开，插起来，插起来，插起来，然后它这里就有一个无线耳机，这里。哦，听到了，欸，好看欸，等下就用这个打捞了，打捞就是要用整套 KDA 设备打，没错啦，我整套罗技欸，然后我马上收藏的话，我们的官方的网站就有写，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键盘3990，卖完了，怎么办？卖完了，没关系，不用担心，我跟你说，这个好事多同步独家开卖中，这边都还有，看到了吗？而且我跟你说，好事多现在独家开卖比较便宜，这个滑鼠垫要1290，好事多滑鼠垫1009，它的滑鼠垫这么大张，好看吗？欸，不错吧，很赞欸，我们先打咯，虽然我已经很久没打咯了，我刚刚还跟电脑打了一下，喂喂，欸，我好像没有加你好友欸，还没安全人哦， KC 的狗吗？对对对对对，好，只有我们打吗？还有阿伟啊，但阿生去睡了，他吃药去睡觉，太晚了。太晚了，你是觉得我打得太烂，所以不想跟我走下路，所以砍杀给阿伟？没有，哦，是吗？怎么可能会嫌弃你烂？我们等下会赢吗？一定会赢哦。赢的话，你就有一组那个哎，价值10000多块的我们的罗技 KDA， 阿伟没有，他会不会很难过啊？啊，没办法，只要他是电脑的吼。哎，我想一下，那他解约了啦。凯奇娱乐这么棒，怎么可能要带电脑？真的呢，真的呢。哎，这个我应该先买黑暗玉玺，看起来是这个，对，就是这个。啊，完全不是，出蓝的，啊，蓝色那个推荐装备。多兰世界啊。哎，多兰世界，不是。你要不要讲哪一个？这个盗窃之刃，盗窃之刃。哦，oh ，对，我知道啦，我只是忘记了。妈，先点 QS， 先点 Q。阿伟现在应该不需要我吧？阿伟那个签 RNG 练习生哦，输不了， oh， 可以一打二。好， 好，我可以在旁边看他秀。我要弄个东西。哇，他好像死欸，没事啊，他有用我们的 KDA out 造型啊，输不了啊，他有用 KDA O out 啊，一打二啊，我来了，前面5分钟让对面的啦，我要认真了，哎，我的 W 要干嘛？哦，好像是回血吧？欸，不是欸，阿伟，那个，我还是先买个
我跟你说，我以前可是蛮会玩的。阿伟是不是想追我，所以不敢讲话？怎么会，老板？叫老板呢？还是合约换了？老板，你用的造型是什么造型啊？我现在才两者，我现在是还没长大的 KDA， 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？请说。因为瑟拉芬这个角色，你要玩很多场，他才会进化成你那个 KDA 的造型。他现在就是一个养成，他从一个还不是明星，然后进化成明星。然后我这个人只玩了瑟拉芬一场，所以他现在是一个婴儿状态。他还没有长出你那个翅膀。要玩好几场，捡那个任务。对。下路、哦，我回来。完蛋。啊，可以。稳，其实你定的很好哎。真的吗？无敌的。哇塞。啊，我们现在要打谁？他教什么？他教什么了？我有虚弱了，但不知道有没有用。哎，刚刚那只另外死掉了，还是走掉了？他闪现走了。我们这个 KDA 连线应该很难输啊，对面一个都没有啊。真的哎 ，KDA buff 哎，现在好多新角我都不认识哎，我右边只认得摩甘娜跟凯尔。你上次玩什么时候？每次都是小蝶叫我玩的，然后他就是一直在问我说：“哎，你知道对面那个 JG 叫什么名字吗？”因为我就会念错。然后他就会很爽，但他就是每次找我玩的时候，就是以取笑我为乐。然后他就整场笑得很开心，然后跟我说我们应该开始晃，干，真的不行哎、欸。可以丢大哦，啊，这个没大是这样吗？对，其实你啊的很好哎、欸。OK。你们真的是在说认真的吗？我觉得感觉认真的啊，你啊两个哎、欸，怎么可能不强？是我好像也没瞄准哎、欸，看起来我们很轻松哎、欸。那、啊、就靠我们三个在 carry 啊！没有啦，靠靠你们两个。这个玩的很好哎、欸。那一定啊，我是国手啊，玩的好是。啊！我好像虚弱错人了，我们要偷他的蓝吗、嗯？可以啊，这个蓝给你哦，我不缺。哇，好哎、欸。可是我们的上路怎么被打爆啊？这个是怎么回事？啊、他们没有用 KDA 造型的，他如果换一只阿卡丽、对，就赢对面了。快跑、啊！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水哦，阿伟！胶闪，那个胶大看看啊？要吗？挨一下！对！啊，阿伟是不是想让我去死？是我怎么可能？老板怎么可能？我想救你啊！他刚故意点那个球果害你，好扯哦！我们通常跟你排，跟你们两个排的话，对面 NG 实力在哪里啊？还是没有差？有机会在钻石之类的。哦，真的假的？所以赢了表示我有一点钻石的实力吗？有，一定会有。我两秒 W， 要吗？好，可以。不，这有人呢。他应该有 W 吗？没有 W， 那那没那没嘞。哇！他有点强哎、欸，但感觉没有你强哎、欸。你阿伟 Q， 你阿伟 QQ， 又虐菜哎、欸。哦、oh! ，好猛哦、喔！我就知道 RNG 出来的没有一个烂的哎、欸。RNG 出来的 AD， 阿伟真的很强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干，差一点，可惜，惊人，被 Q 到了，你出来要守一下，靠你了，靠你了，砸他，干了，我处理，不行，不太行，我把我喊住了，交给你了，水啦，还是我们这边巴龙，直接巴龙吗？好，我看能不能抓人，哎、欸，关嘞、欸，可以，能打。哎、欸，没大了。哎、欸，都惨了，好像可以中路。中路一波吗？我没有兵哎、欸。炮声有点远哎、欸。没事，可以。啊，摩顿。我看一下。电塔吧。关五秒。没兵了。
我可以帮你那个。OK OK OK。爬太远了。赢了哦！整场三打五哎。耶！好猛哦！双R很猛 ，RBR 超猛，真的很猛哎、欸，我都不知道我在干嘛，不过就赢了，很开心。这一名队友表示战场，哎、欸，这好难选哦。没事啊、哦，很强哎、欸。给阿伟啊，给阿伟。会不会伤感情？不会啊，这边给员工，给员工。你们两个。这边给阿伟啦，给阿伟玩的比较好啊。给员工啊，给员工啊。啊，我是要给爱心嘞、欸。那给阿 B， 那给阿 B， 休息啦，拜拜，玩得好。好啦，感谢，我下次来办公室拿那一整套的 KDA 啦。OK， 到了。OK 吗？到了吗？好，好，下次来拿。我会把卡回家的。打给你的时候来拿。好。那我先挂电话、哦。好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我跟你说，我很久没打咯，然后打一般能打赢，真的很感动哎、欸，真的很感动。